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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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刚才我是不是撞着东西了？好像是。你怎么了？又你撞着了？好像出车祸了。我们分手吧。我跟了你那么多年，你现在要跟我提分手是吗？秋月，过来。这旁边那个是那个社长哎。亲爱的他们，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到10点，未来综合台。